日前，人气男神井柏然、朱亚文空降广州，为知名品牌的新品发布会站台造势。活动现场，作为品牌代言人的井柏然以一身白马王子的造型帅气登场。称职的他不仅与粉丝们分享起了新品的酷炫黑科技，更分享了自己如何记录拍摄中的点点滴滴。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演员嘛，平时拍戏在组里边，尤其我现在拍的电视剧里边有很多动作戏，所以我都会让我的同事帮我去拍摄一下。当我看的时候，我就会捕捉到很多我自己平时都没有发现的一些表情，对，非常的清楚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身为劳模的小景在2018年当然是全年无休了。捉妖记二的路演结束后，小景又马不停蹄地回归到剧组当中。那么不知道在面对忙碌的背后，我们的小景又有一个怎样的生活态度呢？慢生活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都应该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节奏。那我平时更多的生活会是在旅行当中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在旅行当中去记录一些和捕捉一些画面，让我感动的人或者是风景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放慢自己的脚步，你就会更好的享受跟捕捉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本身的一种美好。